我想出去。说真话吧。我说你就会信。试试看。No pain, no gain。我的工作就是为当事人争取他想要的最佳利益。好的啦。经营状况比长河复杂多了。啊哈。哟。我只是一个法务助理，不要太期待我的表现哦。资历从来都不是重点，实力才是一切。这个厉害，我也相信你最适合那个位置。不要妄想你得不到的东西。性侵未成年少女，有罪率高达99%。所以你也认为我有罪？你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法官相不相信。你们真的都应该看看他的表情。可以啊，喝酒开几次车？他应该给犯罪者一次机会，只有事不关己的人才能说出那么漂亮的话。你值得。5年前被你开车撞死那个大学生，所以你选择弄脏自己的手。谢谢你，方律师。只要我是清白的就好。被害者变成加害者，这种事情你又不是第一次碰到。我们是一样的，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你已经不是检察官了，怕脏就不要进厨房。我会这么追根究底，只是不想被蒙在鼓里。要付多少钱才能让你上我这艘船？只要再躲3天，我就可以逃过法律追诉期。都是因为你。你早就知道了，是吗？你害了那么多为了复仇而蓄意谋杀的人，你不可能逃出来。一件莫须有的诈欺案，伤害了我的信徒。我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。你都不觉得不公平吗？法律的存在从来就不是要让人心服口服的。一般人认为司法可以维护正义，而律师却要问的是，谁的正义？